这老人103岁了。103。哦。你好啊，你好啊。这个年龄大了就是啊，看不大见了是吧？不是年龄大了，他是年轻的时候的失明了。哦，年轻的时候就失明了啊，是吧？然后打到胡子，然后来被到公到眼睛了，是蓝边的。哦。没有医院了。哦，以前没有医院啊，那就失明很早了。40岁。哦，40岁失明的，但是。啊，普通话听不懂啊。哦。哦。你家是住在这个哪个地方？就这个就是你家。啊，他租的你家的房子啊，就是善田直销店。哦，你住在3楼啊。啊，100岁老人103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这就这个长寿老人啊，壮族的。1920年出生啊，现在双目失明，但是老人看的还是很不错的啊。说实话，这个年龄的这样的就很好了哈。这个100岁老人啊，就坐在这个叫巴马长寿之乡啊，善田直销店的这个门口哈。我们来这儿啊，可以喝巴马的水啊。啊，这是巴马的善田水啊。扬声赛神百岁可攀登啊，大爱心无争，乐观处处春，学习生灵智啊，我大爱心无争，乐观处处春，学习圣灵姿，悟道保长生。啊，大爱心无争，乐观处处春，学习生灵智啊。